离开他的第二天，哎，怎么又是他？哎，你好，你是这边的员工吗？算是吧。算是吧，那你就是实习生喽。实习生，这样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咱们工作组的小组长，我叫陆晨。你好。等一下，这样我也是刚过来，带我熟悉一下咱们的公司。行吧，我带你转一圈。这里是财务。哦，财务。这里是会客室。嗯，好。这是总经理办公室。这就总经理办公室啊。行了，我也介绍完了，回去工作吧。不是，等一下。里面都没有人，你至少要等总经理回来，你敲门再进，对不对？松开啊，你这边。不是，我是好心啊，你。不是，你知道我们公司叫什么吗？不是，你一个实习生竟然连自己公司名字都不知道。行了，介绍一下，我叫顾锦，顾氏总经理。今天也要好好工作，小组组长。雪花飘飘。完，这回工作也凉了。